你好，是我。什么？明天上午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。哎，应该可以吃。居然吃掉在地上的食物，正好让我吸收黑暗能量。草本仔，还是让我来吧，不然别人看不到你，还以为拖布在自己拖地呢。仔仔也要为医院的清洁做点贡献。哎呦！药晶石又察觉到了魔王的气息。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快去找李时任爷爷帮忙吧。哎，跳！嘿，孤零零，百草仙境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。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出现了。这孩子吃了掉在地上的食物，被细菌感染，引起了肠胃炎。我们快启动配伍法阵，赶走魔王。想要启动配伍法阵，还需要一位蒲公英精华。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种子上有白色的冠毛结成的绒球，一般生长在路边河滩，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去找到它，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草本仔，我们走。他们又想坏我的好事。这是我新做的饼干，想不想尝尝？吃什么吃？快去给我阻止衍生和草本仔。我们马上就去。让他吃下染上恶魔病菌的饼干，看他们怎么收集精华。友情大赠送，刚出炉的神奇饼干。嘿，朋友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爱心使者，为了实现精灵们的心愿而来。真的吗？我想变得不怕水。当然是真的，只要你吃光这盒饼干，心愿就会实现。这饼干看起来好脏啊。看起来脏，吃起来可香，快吃快吃。我压到什么了？爱心使者。他是魔王的手下捣蛋鬼，坏心眼多得很，就是没有一点爱心。什么？他还给了我一盒饼干呢。果然没安好心，这些饼干一定有问题，不能吃。看来还得俺出手才行。蒲公英呢？救命啊！我
衍生再晚来一会儿，我的毒食计划就成功了。既然软的不行，我就来点硬的。不要低估我的导弹天赋。衍生，你们又来借精华对付魔王？我们需要用蒲公英精华启动配伍法阵。我可以帮助你们。我的命是不是因为没人吃它，所以它生气了？如果我们被饼干吃掉，一定会上新闻头条。咱们再来对付他。天啊，怎么可以这么脏？看我的！耶，堵住了，衍生好棒！生气了，这些绿东西是细菌，大家千万不要碰，会中毒的。他身上都是细菌，仔仔没法下手了。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哼，俺可不会让你们逃走。我们抄近路，拦住他们。我们先找个地面启动配伍法阵，然后再想办法清理饼干怪物。你们想得美！大家快躲到我身后！孤零零，我们要被砸晕了！感应怪可以释放冰冻魔法，有办法。不用怕，饼干怪物的身体不够坚硬，我有办法消灭它。哈哈哈哈，俺的冰冻魔法可以给饼干怪物做一副冰甲。哈，果然中计了。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本精灵出击！伤风怪，谢谢你帮我们隔离了细菌，并且还把饼干怪冻得发脆了。这些饼干你们自己拿回去吃吧。快回去洗手啊！哈哈哈哈，我们终于可以启动配伍法阵了。我来给你们助阵。好，药食同源，健康支援。防止被炸伤，还是待在洞外比较安全。过了这么久，魔球还没有爆炸，难道捣蛋鬼和伤风怪这次成功了？好了，没事了。以后不要再吃掉在地上的食物了，会有细菌的。我再也不会了。耶！萱萱，不可以挑食哦，什么菜都要吃一些。不嘛，我就喜欢吃这种菜。萱萱，一起跑步去。外面冻死了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天
挑食又不爱运动的小朋友，很容易导致体寒，正好让我吸收黑暗能量。嘿嘿嘿！哈哈，坚持运动会让我们充满活力。你那是瞎玩，我这才叫运动。哎呀！魔王的气息又出现了，快去看看。果然是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。我们快去请领事真爷爷帮忙吧。哎呀，哎，波铃铃，百草仙境。哥。是不是魔王又出现了？你快看看吧。这孩子挑食又不爱运动，所以导致了体寒。我们快启动配伍法阵赶走魔王吧。想要启动配伍法阵还需要一位小茴香精华。小茴香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茴香的果实，喜欢生长在温润阳光充足的环境，具有暖肾驱寒的作用。去吧，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草本仔，我们走。这次一定要让你们有去无回。金石魔，去把极寒魔花的种子拿来。极寒魔花的种子在哪里？就装在黑色的盒子里，快去！那是花生米给吃掉了。什么？快给我吐出来！把种子捡起来。俺觉得有点恶心。用你的寒风滋养这颗种子。只要极寒魔花绽放，就能将衍生和草本仔困住。是大王。有了它，其他什么都不想吃了。一会儿再去摘一筐冰冰果。趁着衍生和草本仔还没到，快把种子种下去。小茴香，小茴香，你能不能快点？种子生长太慢，你吹喊也没用。我先想办法阻止他们碰面。小茴香，小茴香，好像是草本仔的声音。小茴香，金石大法。嘿，你看不清楚了吧？草本仔，你找我做什么？嘿嘿，你一定会迷路的。波铃铃，小茴香究竟去哪里了？仔仔的嗓子都快喊哑了。那边有动静。你们就跟着我吧，别想找到小茴香了。别怕，仔仔来救你。看我的挠痒痒大法。金石魔，也许他知道
道小茴香的下落，快追！哎呦，小茴香，你趴在地上干什么？多脏呀！你是谁？我是荷叶姐呀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我突然看不清东西了。你这是中了魔法，我来解除你的不良状态。嘿，谢谢你，荷叶姐。太好了，衍生和草本仔追过来了，我们快撤。这是什么？草本仔，刚才是你在叫我吗？啊，小茴香，仔仔还以为你被魔王的手下抓去了呢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脑袋怎么昏沉沉的？你们快出来！糟了！还没等救出他们，我的手就会冻僵的。可恶！衍生那小子怎么没被极寒魔花诱惑？一定是因为他平时爱做运动又不挑食，所以抵抗力足够强。哼，他现在没有了草本仔的配合，俺可以轻松消灭他。哎，是啊！啊，又是你们！哼，你今天就别想保住俺的手心儿！哎。这些花蜜真好吃，以后什么都不要，就吃它了。仔仔也要吃，你们不要抢。别吃了，会把身体吃坏的。可恶！你给俺站住！你加油啊！但愿捕蝇草能坚持久一点。那小子果然又回到这里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草本仔快出来！崽子还没吃够呢，再吃就没命了。百草精华为我所用，玻璃鳞草本精灵出击。好冷，好冷啊！你们这是体寒，等启动完配巫法阵，让李时珍爷爷给你们调理一下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玻璃鳞，天人合一。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成功，还是有备无患的好。就不能等我把头低下去以后再爆炸吗？今后不要挑食了，回去多做些运动，有助于减轻体寒。我记得。